再传有问听，声声明缘分，声声送劝难耐，要心啊神，耐心啊间烦躁不红颜。
直涉足欧兰，只怕直坐温柔。那何情上奔啊？叩见思思姑娘，哦，就听回廊前报，都来太客，你欣欣，张先生亡故，还请一玉奉茶。造谣放居，姑娘莫怪。你名声远近闻，何幸今宵引人逢来见玉人。疑是干寒天雷山，玉貌珠颜清清泛，我知倾听莫知，一派气道呼回魂，我知倾貌不扬，却是英华内蕴。一株亭亭玉树，秀丽典雅温雅文。你直直明星全员近不避失，而无昧操访佳人，玉声如扬惭愧心，鬼舞金泉佳样梦嘉宾，今夕操为慕名后问，但似一马声清呢韵，不负前传心啊。赠一曲，将谋幸甚啊！先生雅爱，丝丝敢不如命呢？姑娘情，you
冇一个无可奈何，花落去。吓！温情松江，虚报姓名，情非得已，姑娘见谅啊！恩恩姐，爱要我死，无可奈何，花落去，花无奈时，人无可奈，心事在江中难忍啊。
高，遭无辜冤难伸，漂泊江湖暂凄忍，记得犯那梦，心啊心啊。某文说，姑娘与官家相有过从，宋某愿归顺朝廷，感情姑娘将下情上担。朝廷仍未知忠臣心，只因卖戏影停。挥不散，他无处表忠君，忠心美民，红学之做咗啊，恩恨不散。左京师三当战而忠心敏，遵守礼来心稳。忠君之言可及，受招呼心中恩赐心。先生归顺朝廷，利国利民，事事自当欲成其事嘅。哦，多谢姑娘。Thank you.
面折痕，深深祝讨王恩情。